肥皂中李香君登了一道，本来是桩高兴的事体，但是日脚一长，矛盾出来者，把那李香君当天上就说结婚告状300两银子，不是肥皂中挪出来，是个杨龙玉挪出来，而且我也当天上一条消息，杨龙玉老郎拉拢肥皂中要收入个父亲林瑞登老郎一道，这个会得了。李香君死也不肯送个桩事体，所以拿300两银子回特孙郎向所有的金银珠宝，包括衣裳，全部下下来，砰，丢到地浪向。杨龙玉终于回来，随到李香君讲：“你如果是实在不答应，你就一夜回朝中。”这个辰光的李香君，哭上去，胸臆沉重，不假思索，去空浪队望准响队浪向，对上到象队浪向，个把导火索啪刷到地浪向，使用个血滴滴答答在那个把导火索浪向。我今朝用血来证明，绝不答应。这个就是血迹导火索。
隋朝中李香君登了一道，本来是桩高兴的事体，但是日脚一长，矛盾出来着。把那李香君当天上就说结婚告状300两银子，不是隋朝中拿出来，是个杨龙玉拿出来。而且我当天上一条消息，杨龙玉老郎拉拢隋朝中，要收玉的父亲林瑞登了郎一道，这个会得了。
李湘君死也不肯从搿桩事体，所以拿三百两银子还脱，身浪向所有的金银珠宝，包括衣裳，全部下下来，砰，丢到地浪向。杨龙宇终于回来，随打李湘君讲，你如果是实在不答应，你就一夜会受终。搿个辰光的李湘君，看上去胸有成竹，不假思索，去空浪队望准上头浪向，啪！对上到上头浪向，搿把导火索啪，刷到地浪向，使用个血滴滴答答，得那个把导火索浪向。我今朝用死来证明，绝不答应。搿个就是血祭导火索。
是我体质是的。